3月17日下午，有网友晒出在上海街头偶遇鹿晗的照片，照片中鹿晗打扮帅气，引路人围观，面露笑容，看似心情不错。3月14日，国内一线流量小生鹿晗出席了热血街舞团的发布会，当天鹿晗身穿条纹西装外套，内搭白色衬衫加酷炫感十足的圆领衫，层次感分明，帅气又有型。不过最惹眼的还是鹿晗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，男士右手无名指上戴戒指也宣告自己正处于热恋的状态。最近跑男全体成员到了维也纳进行最新一季的录制，而关晓彤此次随鹿晗现身维也纳，无疑为跑男增添了许多浪漫气息。网上也有网友曝光了鹿晗和关晓彤一同出游逛街约会的视频，视频中关晓彤头戴灰色棒球帽白色羽绒服，男友鹿晗同样只是戴着黑色棒球帽就出门，两人还给粉丝签名，十分和善。关晓彤鹿晗还被网友目击从同一间酒店走出来，似乎是住在同一个酒店，不难感受到热恋期情侣的甜蜜。